好吃好喝，よかっ好吃た。好喝。おいしい好喝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お願いします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刘坤。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三时间，今天想做个酱牛肉，好久没吃那个大块的牛肉了，想做个酱牛肉尝一尝。人生第一次做，不一定能成功啊。反正就是在网上看了教程嘛，买了两大块牛肉，大概的话花了4000多日元，4624，200多块钱人民币吧，240块钱吧。那腱子肉买不到，就算是身上的部位的肉吧，我也不太懂哪个部位的啊，就用这个肉做一下酱牛肉试试。我就把块稍微切小一点，这样的话会更容易入味吧。切太大的话要泡，但是因为今天要是晚上吃，所以就不去浸泡了吧，就直接就是煮好就能吃那种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弄，先把肉改下刀。好，焯水，冷水下锅，来点姜。料酒，还是葱，煮一下去血水。旁边焯着水呢，我这边把这调料放在这个煮茶叶的包里，因为这样的话方便一点吧。来点辣椒，好，香叶是碎的，我这香叶是从国内带的，碎完了也快没了。八角、桂皮，然后小茴香，然后放到这个砂锅里。来点酱油、蚝油，再来点冰糖，再来点豆鼓酱，因为酱牛肉，酱牛肉不可能没有酱，来点豆鼓酱。好了，把焯好水的牛肉放在刚才这个锅里煮它，应该是酱它，不应该是煮它。好，大火烧开就行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了，牛肉做好了，现在开始切装盘。我感觉还行，我感觉还不错。好了，成功，吃吧，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哼！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砰的一声，啊！所以在家热那个鱿鱼的时候，一定要加上个保鲜膜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会出现我这种情况，中间大爆炸。我的天哪！好了，饭做好了，老婆啥也别说，先尝一块牛肉，先尝一块，先尝一块牛肉。谢谢。哎呦，天酱，你可食べる？嗯。来，食べてみて、美味しいよ。はい、みずきさん、はい、次みずきさんの番。は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吃吗？就，哈哈哈哈，我是，我是，昨日の夜から水に浸かっとった牛肉が、柔らか、壮。很壮，软，很壮，很软，好吃。酱牛肉，带的包，鸡肉炒的那个土豆，鱿鱼炒的刚才爆炸了，中间少了。这个是也是个鸡脯肉。对了，还有一个，干杯。我们家必不可少的黄瓜。我老婆看见我做的这个酱牛肉了。想来瓶酒喝，但是因为现在是哺乳期，所以不能喝酒，只能喝点没有酒精的鸡尾酒。好吃好喝。よかった。好吃好喝。我可以上次学的吗？可爱哟！
妈妈，髪の毛くるくる、可愛いよ。動画可愛いよ。谢谢。くるくるの。你快吃饭，食べて，快点吃饭。食べます。嗯。いい旦那さんですね。儿子，你这来抱着是没吃的呀？是不是看不到？是大叔大叔。喂，你怎么了，胖胖？哎呀呀！来。你怎么了，胖胖？你怎么了呀？好了，我儿子又开始闹人了，我就不慢慢的拍视频了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单词，鱿鱼，鱿鱼的日语发音叫イカ。好，听我老婆的。イカ、イカ、キリちゃんそれ。嗨。イカ、イカ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，喜欢视频点个关注，期待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